让我这有，哎，李先生，哟，李老板，哎，这次一定是来还钱的吧？是啊，再不还钱，俺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了。好，俺有急事找你帮个忙。哦，哎，礼物请。哎，好好好。 刘畅，你赶紧想办法把这张银票兑换成大洋，俺有急用。这么多，这是谁的银票？先别问是谁的，给俺兑换就行了。那不行啊，钱庄有规矩，必须问清楚银票的来路才能兑换。嗯，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是游击队的，他们真有急用。是不是陈一德丢的那张？ 是是是，还得拿着银票跑了好几个县城，可是人家不给兑换，没办法，俺才来找你的。银城也不能兑换，这么大的银票，查账是会查出来的。这可咋办？俺已经答应海亮，明天过来拿钱的。你赶紧想办法啊！这样吧，银票我收下，你先回去，今天晚上。 我们要抓捕一个要犯，一个很危险的要犯，他就是江洋大盗海老大。海老大，海老大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别说了。当然，这个人也有可能是游击队。前些日子，远东商行的300银票被抢，也许和这个人有关系。总之，这个人很危险。 武功很高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眼睛瞪大，子弹上膛。如果他稍有反抗，乱枪打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放跑了海老大，你们没法交代，我也没法交代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出发。 老五，老五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快去看看姑爷怎么还不回来！哎，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，老爷，警察包围了钱庄，来了好多人。咋回事啊？警察说柳先生是海老大。你说啥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走，去钱庄。 有人举报你是逃犯海老大，跟我到警局走一趟吧。谢警长，是不是楚玉琪那个王八蛋把人先告状了？谁告的？你别问了，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。谢警长，昨天晚上，楚玉琪手下的人闯入你家，要杀害你小姨子梅姑娘，你不去为你小姨子出气，抓楚玉琪那个王八蛋，反而冲自己人下手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别动。 刘叔，别跟我耍心眼儿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谢警长，我说的话都是真话。不信你去问你岳父，问你小姨子也行。我是为了救她才打了楚玉琪的人，她为此才栽赃陷害我。你不用解释，我刚才说了，有什么话到警局去说。 带走，不能带走柳胜。谢子渊，今天你要是敢抓柳胜，我就跟你拼了。爹，这我抓柳胜是执行公务，是局长的命令。有人举报。
他是逃犯海老大，你胡说！他怎么能是海老大呢？他是我印城的正房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今天要是敢抓柳胜，周家就没你这个姑爷了。爹，你就让我把他带回去啊！我去查，如果他真不是海老大，我今天肯定把他给您送回来。你别给我耍花花肠子！ 柳胜今天一步也不能离开我的钱庄。爹，要不咱这样，你让我查一查，如果我查不着证据，我把所有的人全撤走，要不然我回去没法跟局长交代。查可以，但是钱庄的东西你不能给我动。您放心。 我只查柳胜的东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动。好，小顺子，哎，老爷，老爷坐。我看着你查。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砸碎你们的脑袋。老钱，走，走，等一等。 柳胜的住处你可以查，钱庄周围的警察赶紧给我撤了。围在门口，以后我怎么做生意？爹，我也想把人都撤走，但是这个人会功夫，那万一他要跑了，啊，我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好，查不到证据，看我怎么跟你算账。 实在是查不着什么证据啊！对呀，你说就一个账房先生，每天出了书，还有账本，能有啥证据啊？难道这个楚玉琪又在骗我？这有可能，楚玉琪这小子，他是满嘴谎话，他娘要是值俩钱啊，他转眼就把他娘给卖了。我就不信查不着证据。走。 谢大警长，查的证据了？爹，我是没查着，但是我早晚能查着。没查的证据，赶紧给我滚！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查呢。怎么着？你想把我折腾死？你想把这洼地三尺，想让周家底儿朝天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想折腾您。那柳胜的住处我是查了，但是他算账的地方我还没查呢。 好，随便，反正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，你爱怎么查你就怎么查。
你们家这是怎么了？刘胜是你们家丈夫，他就算是有问题，这以后咱悄悄再查呗。 刘胜，别害怕啊！这儿有我呢，他不敢把你怎么着。王八蛋！小千，啊，我看这是什么？银票啊，这是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银票。 300的呀，弄不好这就是陈一德丢的那张。啊，这小子，走。桃儿，你别再这么闷闷不乐了。你的花边已经提高很多了，经过修改之后，仁德洋行肯定会要的。俺知道，梅姐是不会把俺一个人落后边的。那你应该振作起来呀，跟其他姐妹一样，高高兴兴的，别再愁眉苦脸了啊。 俺没事儿，俺挺开心的。我一看你就有心事儿，是不是楚玉琪又欺负你了？楚玉琪的事儿我已经跟陈少爷说了，陈少爷说他去找楚玉琪，不能让他再这么纠缠你了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小五，小姐不好了，家里出大事了，老爷让你赶紧回去。什么大事儿？柳胜是游击队被警察局给抓了。不可能，柳胜怎么会是游击队呢？ 你姐夫在柳胜那里搜到了银票，说是陈家丢的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老爷都急坏了。好，哎，桃，你去跟李姐说一声，让她帮我照看一下。啊，走。爹，娘。哎呀，你可回来了没呀？你，哎呀，爹，你先别着急，快坐坐。爹，哎，喝口水。来。哎，哎，娘，这到底咋回事儿啊？哎呀。 这不是吗？今天早晨，咱钱庄看门没多大功夫，你姐夫就带着一帮警察把咱钱庄给围上了，说柳胜是游击队，说他是海老大，要抓他走。你爹呀不让，他们就到处的搜，这不，在柳胜的屋子里，他们翻出一张300大洋的银票，说这就是陈家丢的。后来。 他们就把柳胜给抓走了，就为这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听说今天这事儿啊，都是楚家少爷告的状。哎，这个楚玉琪，他分明就是恶人先告状，咱们还没去警察局告他呢。楚玉琪的事儿那是后话。先说柳胜，如果那张银票真是陈家丢的。 谁也救不了柳胜啊！哎呦，老爷！事情的经过啊，大体就是这样。印城钱庄的账房现在已经被关进大牢，谢子渊去局长那里请功了。事情就没有转机吗？现在看起来很难，因为那张银票十有八九。 就是陈家丢的那一张，陈家的银票怎么能在他那儿呢？这就不知道了。我总觉得应城的账房是个无辜的人。那你的意思是把他捞出来？不，不能急，还得想办法。哎，你回来了，杨老师，那俺走了。哎。 要给俺写的字可千万别忘了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3天之后你来取。哎，说真的，这个字儿你得给俺写的漂亮点，俺可是要送人的。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我的事儿啊，你也给我想想办法啊。放心，一定尽力。 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难道真的没救了吗？可是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同志在哪里。混！
他混账故意！要不是他，柳胜进不了大牢。我这就去找他去。他要是不还给咱们柳胜，我就跟他拼了！这条老命我不要了！哎，老爷，爹，你别着急，我有办法了。你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真的有办法了。你昨天晚上。 不是给了柳胜一张银票吗？也是300大洋。可人家没收啊！你和我娘就一口咬定柳胜收了。谢子渊拿的那张银票，那就是咱们家的。空口无凭，人家能相信？你不用管了，我有办法。爹娘，你们在家好好待着，我这就带着借条去官府。要是官府有人来问你们借钱的时间，你们就说是前些日子，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 只要能把柳胜救出来，怎么都行啊！快去吧！那我走了。哎，这张借条你是哪儿来的？这上面不写着名字呢吗？这个东西可不能作假，作假可是犯法的。这上面不是有手印吗？不信，你们可以拿去验一验啊。手印要不是柳胜的，你们把我也抓起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可找人就去验了。你去啊。 这借条的事儿，柳胜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借一个姑娘的钱，她好意思说吗？这件事儿，咱爹妈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不然我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哎，如果我拿着她走出了这个大门，抓你不抓你，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。我说过了，这个借条要是假的。 我做大牢，杀头也行。梅，你说你这孩子啊，这么多的钱你借给个外人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怎么说我也是咱家的人吧？你还算是我们家的人吗？咋不算？一个姑爷半个儿。呸！你啥半个儿？ 你就是我们周家的祸害。咋说话呢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抓柳胜那也是官差。狗屁官差！我问你，今天早上楚玉琪是不是来找过你？没有啊！你撒谎！楚玉琪他派人害我，说要弄瞎我的眼睛，是人家柳胜救了我。他追着凶手一路追到楚家，楚家的护院还说要开枪打死他。 你不会咱自家人民宫里反倒和楚家联起手来害咱自己人，你安的啥心呢？谢子渊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放柳胜，我就去县里告你；县里不行，我就去烟台，烟台不行就省里，反正总有人管你。还有，我们周家的门，你以后不要再进了。 我姐姐今天带着孩子也会回家，你从此没有家了。哎哎哎，梅，咱有话好好说。那绝情的事儿可不能干啊！那你说，柳胜，你放还是不放？放，我马上就放。好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你以为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？说抓就抓，说放就放？如果我抓错了，人不放，那我回家没法交代。 你好大的胆！你们家的事跟我警察局的公事交在一起，共档案都是大案，你随便把人放了，我对上面怎么交代？局长，这可不单单是牵扯到家里，如果我不放人，没说了，他就要告到烟台，告到省里，说咱们抓的是假共产党，冒充真的来领赏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跟上边不是更没法交代？ 你敢断定这张借条没有假？我已经印证过了，这上面的手印的确是柳胜的。那银票呢？远东的银票和柳胜借的有啥不一样？都是印成法律的，没啥不一样。本来嘛，沾了共党的案子，谁讲情都不能放。 好吧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
我就给你个面子，暂时放他回去。不过一定要给我盯紧他。谢谢局长。柳胜这个人两次进大牢，都跟共党沾边啊。虽然暂时没有证据，他肯定跟共党有联系。这次的眼线多放几个，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要调查。是。还有。 楚玉琪的钱以前收了就收了，以后啊少跟他打交道，这种人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局长，我们打开。是。 接我回家？嗯。他们答应放我了。他们不敢不答应。今天的事儿，你要谢就谢梅小姐吧。要不是梅啊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些男人啊，就是爱臭摆架子。借了别人的钱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呀？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不就一张借条吗？我本来就不是什么海老大，更不是什么游击队。借钱这事儿，我就是不说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还嘴硬？那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！哎，别撕啊！撕了你会后悔的。这是我的借条，我想撕就撕，你管不着。你要把借条撕了，空口无凭，那300块大洋我真就不还了。那好啊，不还钱就还人。还什么人啊？你这俩小冤家呀！ 行了行了，你这俩小冤家呀，在这儿斗什么嘴啊？家里不都等着呢吗？赶紧的。是是，我们在这儿斗什么嘴啊？走吧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还不能走。别生气了，我刚才是开玩笑呢。哎呀，你身上衣服这么脏，走在街上会被人笑话的。给。 我给你带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换上吧。今天的事儿你们俩可都看见了，很多人说我谢子渊栽了个大跟头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但是他们错了，我这叫欲擒故纵，放长线钓大鱼。至于能不能钓上这条大鱼，可就看你们哥俩了。警长放心，只要那小子背后有大鱼，我郑三儿一定给你把他钓出来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估计这个柳胜也该出来了。去，把这小子给我钉死了。是。怎么样，佩服我吧？佩服什么呀？我爹还说你聪明呢。其实我比你更聪明，你没想到的办法，我就能想到。你是说借条吧？ 那当然啦，这在全木屏，不，全烟台没有第二个人能想得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小点声行吗？哎，当初你不让我在借条上写数字，肯定不会想到以后有用处吧？那当然了。 我当时是想以后写一个更大的数字，3000，让你一辈子都还不上。还不上就还不上呗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还不上，你就得在我家做工还账，一辈子都不许离开。做梦吧，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我都救了你了，你还要走？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啊。这件事情，以后我跟你慢慢说。不行，就现在说。 哎呀，周围这么多人呢，不好说呀。妈好，回家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回家再说吧。走，跟上。
这个楚玉琪真是蠢到家了，连撒谎都不会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还有那个谢子渊，柳胜既然是共党嫌疑，你抓了就抓了吧，你干嘛要把他给放？少爷说的是，少爷花了这么大心血，又是办花边社，又是资助印城，可到头来叫他们搞的。少爷。 如今印城上上下下都说，叫楚玉琪和子渊这么一折腾，梅小姐彻底喜欢上柳胜了。放出话来，非柳胜不嫁。做梦娶媳妇儿，他想得美。我陈一德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我就是毁了他，我也不给别人留下。少爷，您先别发火，发火也没用。真要是毁了梅小姐。 心疼的还不是少爷您吗？少爷，如今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依少爷的地位和智慧，应该有办法。常福，去给我拿张银票，我要去见谢子渊。面额多少？300。少爷，太多了吧？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快去吧。 我问你，印城钱庄是咋回事啊？听说你要害人家梅姑娘，还抓了人家账房先生，有这事吗？有这事不假，可那不是我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你这个畜生！娘，不是娘，我打！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 那是谢子渊为了争夺家产，他背后使的坏。到这会儿了，你还嘴硬？是吧？这娘，听我解释，娘，不是娘，打死你！娘，打吧，只要您心里能解气的话，您打死儿子好了。我操！打！ 活的把娘气死！哎呀，娘，真的不是我，你也不想想，那警察局他听我的吗？我让他抓谁他就抓谁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真的是谢子渊，他想独吞印城钱庄，所以他想把印城的账房给赶走，不让周老板招他做上门女婿。别人不是这么说的，说他是抢了咱家的生意。 是你带头抓的呀！哎呀，娘，您咋就听信外人胡说，不相信您儿子呢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账房抓进大牢啊？娘，这争夺家产的事儿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那真的是你死我活。咱远的不说，就说城东的王老爷家，那兄弟两个为了争夺家产，差点就出人命了。 娘，你给我，娘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不知道，就连子渊手底下的警察都说，说子渊这个人，不但手里有权，而且心眼儿毒，那为了争夺家产，他什么不敢做呀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意思。300两银票。 这可不是小意思，你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事儿嘛，对你谢家长来说，其实也不大。那你说，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你的，肯定尽量帮你。俗话说，帮人帮到底。你小姨子梅既然进了我的花边社，那后面的事儿嘛，我明白了。你陈少爷是想娶梅了吧？ 谢警长果然是聪明人。这个事儿不太好办。我这个小姨子看上了柳胜了，啊，还有我那个老岳父，也说柳胜好，还说打算招柳胜为倒插门女婿。
实话告诉你，就是今天，我那个老岳父、老岳母还有小姨子，就是因为柳胜，几乎跟我翻了脸，让没嫁给你这个事儿不太好办。所以我才花300大洋请你帮忙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咱分两步走，第一步先让柳胜和梅的关系到此为止，不再发展。第二步，你再把柳胜抓起来。不能抓。 咱现在没证据，柳胜还是不能动。梅呀，有个老师姓杨，梅特别听杨老师的话，我打算这个事儿让杨老师来办。那个杨老师能听你们的吗？他不敢不听啊。杨老师是我们警局前警官的老乡好，我就给这个前警官下命令，这事儿你办成了还行，办不成我立刻免了他的官差。嗯，这个杨老师看在前警官的面上。 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吧。好，这第一步棋就按你说的办。只要这第一步棋咱走好了，下面的事就好办。我保证，我这个小姨子，吹吹打打的进你陈家的大门。谢警长，只要没进了我陈家的门，我再给你一张银票，那上面的数额可就不是300了。 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起来吧，娘不信儿子的，儿，不起来。起来吧，娘相信你一次。 你记着，你爹不在了，你要想再见面上立足，必须本分做人。紫苑那样的人以后不能再接触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还有，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积德。你第一个媳妇短命，娘寻思着再给你娶一房。 只要积德，好人家的姑娘才会进咱楚家的门，明白吗？儿子，明白了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哑巴呀？ 不会说句话呀？说什么呀？哎，姐妹们，快过来，快快快，看，挺帅的，想都不要想，那可是梅姐夫。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每天接我送我，这是我爹说的，你都已经答应了，不能敷衍我。 我没有敷衍你啊，秦庄已经看门了，我得赶着回去呢。那，你晚上早点过来接我。行，天要一片心，你就得过来。我爹说了，路上有坏人。梅，杨老师，来客人了。他不是客人，他是我家账房，你见过的。啊，对，上次见过一面。杨老师。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好没有啊？啥事儿啊？就是收他当学生教他写字啊，以后每天下午都让他来学校，你教他练字，好不好啊？你真想跟我学写字？是梅想让我跟你学的。其实你不用跟我学，我听梅说你有一本颜体手抄的《天空开物》，你照着书上的字临摹就可以了。杨老师，那本书。 我只抄写了5页，后面的还没来得及写呢。你写到第36页的时候，你的字肯定会大有长进。您说的很对，来的时候我老师也是这么讲的。不过他还说了，跟着老师学，长进会更快。好，你这个学生我收定了。谢谢杨老师。
那咱们今天下午就上第一课。我一定按时来。好，你们先忙，我去拿东西。远胜，叫你呢。哦，怎么了？收你做学生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 我要回家了。杨老师，我终于找到组织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日子，我就像没娘的孩子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柳生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的工作很危险，周围到处是敌人，环境不允许你这样。杨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激动了。本来我早就想跟你联系。 宋桂林同志的被捕，是因为有叛徒出卖，这对牧平及烟台的地下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，整个胶东到处都是白色恐怖。为了保护好牧平的地下党，特委命令我们暂时不要开展任何工作。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情况，特委也不会同意我们见面的。柳生，警察局那边的人一直在盯着你。谢谢您的提醒，那接下来。 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就安心在应城做账房，注意观察周边的人，秘密发展民先队队员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再开始抗日救亡活动。还要等多久啊？不会太长。国民党上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，在陕北、东北军、西北军都已经私下同意我党的主张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太好了。你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不要和梅走得太近，更不能谈婚论嫁。 我明白，作为革命者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。我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影响工作的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你的心里话。杨老师，我是过来人，你此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你和梅的感情，这个决定是有些残酷，但是为了革命工作，为了保护好你自己，只能这样做。 你放心吧，来的时候，我在民先队总部宣过誓，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，我愿意献出一切，包括生命和爱情。柳胜虽然答应了杨老师，在感情上和梅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但是他心里又很矛盾，他不知道怎么对梅开口，他实在放不下这个可爱的。 找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。哎，柳生啊，你来周家已经有些个日子了，觉得咋样啊？老爷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，关怀备至，柳生万分感激。你认为？ 我的二姑娘梅怎么样？梅是一个好姑娘，有文化，通情达理，很难得。好，我想把梅嫁给你。啊，听我把话说完啊。这件事呢，照理应该去给你的父母去提亲，但你父母不在牧平，所以我就跟你说了。 你愿意梅做你的媳妇吗？花一样的女人。
少悲伤。花一样的女人，花一样的梦想，花一样的青春，在烽火硝烟中穿响。多少艰险，多少柔情。